在的眼光。会唱的朋友需要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其实是要唱四大天王的歌，对。然后我刚唱了三大天王嘛，对，还有一个天王没有唱，对不对？是杨丞琳那是天王。对，他是天后，他是天后。联合主办多伦多义卖文化传媒和我的经纪公司一样音乐的所有的同事们，对，还有要感谢 TCA 多伦多中央中学，对，和多伦多卫斯宾王子饭店，有那么好笑吗？王子饭店你让我说完好吗？感谢他们了，真的。还有要感谢泰雅车行，因为我其实不太会说话，对，大家也知道，对，所以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在唱歌，对，没有跟大家有太多的交流，对，我感觉好像大家有很多话要跟我说，我觉得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们30秒的时间尖叫，好不好？好像不够大声啊。
差不多差不多，那差不多就有点慢。Bye.
不如睡个觉。